恭请父亲慈悲前到鞠躬，尊道鞠躬。坐下。穆全人早安。
啊无污染水，安尼啦，啊简单起来，我叫做净达班。那这个净达班这个班数，对咱啊每一个啊情况的上限是万，万一咱过去离差不多有，嘛非常济这个赞助。但是你可能跟游客各一个赞助，游客各一个管道。我们在我今天的修管道，爱穿什么管道，爱穿什么战术，来参与这个班组，来参与这个班组。因为咱讲呢，今天咱每一个人的计划，会使讲拢参考一下。啊，这个班组咱讲起来，我会记得，离金无金，离分道，离头前分道讲，伊安怎讲？伊讲，哦。这个一百个球场顶1250人，哦，这个一百个球场顶，啊，跟咱讲，如是我们一时不在笑，我一球一波多万，一百个球场顶1250人，这么个，伊了不是叫做百个球场顶，把咱后面强调的一段，啊，这段话就是讲啥物事啊？这段话。必球，必球上台，我得加一个班，加一个歌。这个歌解释起来叫做宽卡方便，啊，叫做善巧方便。来讲，今日不得东西，你光景所看的当中，有一千多名的美术，也是真不得感激。唔过，这阵人为着要这阵人要增加，因为靠经光景方便上。因为不得不，伊在用一个叫做善巧方便，甲加一个叫做台，好，所以伊在当配到这个班子的这个舞台。啊，咱今日这个金丹班，咱有两个配班，但咱这个金丹班就是讲，得甲恁邀请一个赞助，我咱个另外听一个赞助的班子。啊，这个班子其实非常的，能讲啊具有，所以分得上讲。喜有世尊，喜有世尊。啊，这个喜有就是讲，这个班主叫做喜喜甲逍遥，嘛咱真少咧开这个班主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分到年金公金的报销人底当中，伊连第十五分的人底，伊当讲什么？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这个简单讲来讲，要听这个班主的，啊，就是咱今日大家。道亲拢伫这个，哦，我相信讲，咱参与这个班组啊，会使讲讲非常的济，哦，啊，恁今日去，咱个来听到咱个台长，啊，咱个啊，这个台长来说，咱开始着，咱是一贯都修办都的过程，我能了解，今日身为一贯地主的这个台长，咱应该要符合什么条件？你今日去上游不到。你今日下滑有缘，你爱增加负面什么条件？因为上游不多，哦，这个叫做感；下滑有缘，叫做有情；下滑有情，叫做下有情。跟住讲起，你今日一个菩萨，你上游不多，你下滑有情的众生，你这个菩萨爱负面什么条件？是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今日去，大家讲，每一个人。修万德来在当中，我相信讲，因为咱无论是对德行好，无论你对咱的心性好，无论是对咱大人，还是对咱非因德物好，我相信讲啊，咱非常的积极啊，非常的用心，伫咱啊伫咱推动。不过是因为咱的佛法的这个不变不好，我包括这个佛法的这个时阵。咱这个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呐，就是一定爱办法，爱办法。因为办法，你达不到，你无办法，你就定不到。到最后是叫你修道，是咧信仰，哦，还是咧，哦，还是咧迷信，哦，还是我今日给你修行，哦，这有无相？如果你今日修行的呐，一种啊，我加一个信仰，啊，加一个。哦，修养，啊，我无咧修行个，即个三种信仰就是我来信相信，哦，这个妈祖，这个王爷，
哦，伊真翕，啊，我咧相信，啊，若伊会亲像翕，啊，我就来拜拜，啊，我就来哦，甲烧一个香，甲发一寡物件，甲拜拜，哦，这种叫做什么信仰？但是修养，修养是针对咱个人的修养，无论咱咧讲话，啊，无论咱咧处事，哦，这种叫做修养。你的讲话，你的处事，爱靠内涵，爱靠修养的。当然，你讲对不对？修就是运用，用就是叫做用你的主性，用你的光明，你只能用无明嘛，不是表无明嘛，得用你的主性。啊，这个叫做呢，哦，你那个，那叫做修行。这个修行，甲多加贡献两种有啥个？迄个修就是内心的功夫，就是讲你今日要进入菩萨道，这个内心的功夫，你行出来。你爱行出来，安尼叫做哪？你咱打坐观音，离迄、那个，离迄个哪？离迄第一片的当中，它这边又一段无相上的，又一段话咱讲，讲疏通、入心通、阿弥陀处理通，归传变性法达出世菩萨上。疏通、入心通，这句话意思来讲，咱的心靠意，行爱合一；心靠行爱合一。你讲你唔是惊会晓讲了，你爱晓做，但是你实内心世界，甲你做出来，甲你行出来，有下条法度法有什么条件？这是一个修行世界观的大根。啊，所以今日因为咱今日去纪念，大家是拢是一个菩萨、阿弥陀佛，但是伊要到这搬出来的当中，接受到这个精湛的教育，咱大家一定要哪？爱用着足感恩的心，足欢喜的心，爱用着呐足用心来听的心。那安尼，咱那边呐会失去这好机会。另外讲起来呢，是无？是今日的工课，咱啊，咱代表这本书，因为伊足辛苦来分这门课，啊，所以咱啊啊，即个来耽误的时间，这好的机会啊，把握这个机会。谢父先人慈悲，请到主公，尊到主公，谢谢各位，感谢父先人慈悲。